今日不够尽兴，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 Let's go.
这一把，封侯，对你。
我听见人讲说这妖精有亲的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，你怎么说出唯独啊？往如来方便，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放怪吧，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当何罪？我小心得都起。那怪说有些认得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失明，锁不住他；一道孤，困不住他；以肉身之死，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，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。好事，好事。